其实你不用走，没关系。关注小金刚，你家要记得怎么放回去。他很怕他内盒撞到，哦，黑吧。开箱完毕，开箱完毕了，就这样。你可以认真一点吗？可是这个我如果拆了之后，我要怎么放回去？那在下面。很有气势耶，它袋子也是，是不是袋子也要留？可以。拆开盒子的跟那个，我有点像那 DX 的一样，有基地可以拆开的。里面我在想，应该也是一盒一盒一小盒一小盒，可能有。很干枯哎。小心，小心啊！这盒子就要2500了。现在基地盒，我觉得你盒子要放，放好。基地盒放满。到的吧。什么啊？我觉得开到上就好了，不要再开了。开箱完毕，放进去。这明明就魔鬼粘把撕开就好了，对啊。不要，继续跟他洗的，不用尴尬劲。这边还要挂它的配件，应该里面的东西可以挂在这里。对呀、啊，这么帅，你还要把它留下来，好可怜哦。真的吗？嗯，我觉得要摆一起。这灯还有灯哎、欸，灯我就不装电灯了啦，不装那个电池了，不能开。哦，靠，它这还能开呢、欸？开的是什么？这可以放东西的。哦，它给吸充东西要放进去里面，然后这样一个。没有机关的，应该就是放，把它放进去，站在这边，这样子。嗯，很精致哎。这先去旁边。很困。这真的是，贵是有道理的。来。哦。欸，它的比较小啊，我觉得它比较小欸，嗯，拿出来，好，出来，修欸你，哪有放那么多天？来，要修哦，欸，它那个烤漆，哈漆，很赞欸，有点像汽车的漆欸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看，他的头发亮晶晶哎，亮晶晶哎，金细细呢。啊这，刚过来安诺，可以凹吧？这个可以打开吧？嗯。
哦，很铁的呢，锵一声呢，对，这也可以开，开了，啊，这也是可以，一定是可以开的。嗯，开完放在基地那旁边吗？Oh my god！ 这块也是铁的，让它的声音。Oh my god！ 手嘞？可以吧，全身都可以开啊。哦。对啊。到底是你的玩具还是我的玩具？我这个手可以转动，这不能弯呐、啊，因为它这个没有不能弯，没有结合，不能弯。就站在这样，然后打开他身体看看，他这边也不能，真可以啊？可以弯吗？他们弯上去，等他敲掉，那惨。麦克弯好啊！哦，安妮娜，你就好贴了。粘住了吗？哦，全身脱光光。哎呦，不要刮到呢！啊，手不可以吗？手不行，手不行拆了，手没有，手不行拆。脸也可以吧？脸应该可以，脸哦，脸可以。这个应该是个开关，装电池上去吗？这个装在这里，这里有那个开关，拔起来，这应该就可以亮。我不要拔，为什么？就让它这样子比较好。啊！不叫！啊！好可怕哦！真的这样呢？后面只能拆前面，不能拆后面了。转过来一点。真的很细耶！妈呀！好可怕哦！真的很细致耶！然后它这个可以换表情啊！表情。欸，他这个表情是塑胶的，这个也是比较轻。他们这是胸口，可以看到那个打开那个盖子的，这是盖子，盖在这。这就是那个胸部嘞，胸部在这、哦。胸部，胸部换这胸部，那我是不是我应该换这胸部？到时候人家看错才可以这样子打开肚子，这样。啊、哦，他这个肚子后面。这个指针呢？这不是肚子啊，这是胸口啦。这是铁的，这是塑胶的。动力体。哦。变这样了。变这样。打开这样看，可是这不能合起来啊，这开关是。细耶哇！啊，那原来那个比较好。对，它只能这样打开。刚才那种不能做活动。它所有经费都用在里面。对啊，它这个应该可以做活动的，最好是。它所有经费都拿去用刚刚那个魔鬼毡袋子。对啊，你看它，再扣分，再扣分。我然后就是放轻松，手没有握拳头的手。其实这个不用做两个啊、哦，做一个，然后可以活动就好了。对啊，然后他这个手，你这个手不能开，可是可以换手啦。可以换。换这个手没有？这边就很像可以开这样。哦。嗯，但是不能换手。他零件整，然后这是一半的内裤，就是说可以显示出他很像有可以里面的构造这样。好了，这个我也不会，也是一半的胸口。要做那么多个啊？就是这个不要用，没有，就用这一半的胸口跟一半的那个裤子。哦，这样子。那有一半的脸吗？有哎、欸，有，那有一半的脸。那你装一半就好啦。是不是装半装呀？嗯，半装就不。全部都装一半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哎、欸，阿基地是可以。放进去吗？嗯，应该是可以吧。把你拿出来放。全部放进去啊？应该不能。应该是它可以。
那至少放脚了，应该拆下来放进去了。是左脚 ，left 左脚。多一点。在想手吧。手。嗯。那是呢。啊，你我姐姐刚才没穿衫啊。你穿一半就好了。这这手丢啊。嗯。这样子。这边。对，今日给咱落去，落屎，太巧了啦我。对了，一半的啦。是这样吗？怎么翘翘的？那是一半的裤子的。这样子啦，呀，命案现场。然后握拳头的手要拔起来啦，拳头手在这啦。哦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刚刚忙搞半天，会痛吧？都放进去了。嗯、哦，这里还可以放啊，合起来。这里啊，这里还可以放东西。你要放什么？其实我不知道。好可怕、嗯！丢了，这是在外面展示的啦。靠、啊！这是在外面展示的啦，就是如果你不要摆基地，你可以摆在这边就好了啦。哦。嗯、啊。但是我想。下面黄金钱哦，呀，好就完了。哒啦啦啦，合起来，然后这里都有灯可以发亮，就该让它亮了。放起来，放在这。你可以吧？爸爸吧，就这样呢，应该吧？应该。哎，他就直接放进去就好了，他还要做个位置可以固定。你看，这样才不会乱跑啊。嗯。哦。贴吧。妈妈在吗？这个洞刚好可以卡来，这个凸出来刚看到这个凹的空档期。噔噔。好。这是什么？全部都放进去了。然后这个基地是，我觉得是在外面展示的，所以这个就如果空间不够，就放这个展示就好。我展示的时候应该会就是这样展示，应该就是这样关起来。然后要看的时候再打开哦，这是联动的。对啊。嗯，这样打开，然后要零件的时候自己拿，要零件的时候自己拿，这样，然后剩下的东西就包一包，收起来，然后就这样子带回去。噔！哎，我这个不便宜，好不好？收藏用，改天如果没有钱的时候再把它卖掉。这是有价的东西，所以其他东西不能把它弄坏掉，懂吗？嗯。那拜拜、欸、它这个会有一点点，我怕它会敲掉，所以我要把它做一个稍微隔起来，不然它跟那脸磨到的时候掉漆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我选了。好啦，给他这样的价钱，然后这样的品质，我觉得可以，满分。屁股。欸，其实他也可以反过来站啊。可以啊。好啦，
可爱啊，可怕啦。其实可以把它中心装，然后再把它放进去就好了啦。那这抹不要撕了，好不好？停在这里。好好好好。先拍个照，拍个照。按那个就可以拍照。那我要把它再放回去了。